那就是哒啦哒啦，一代女皇武则天。蔡玲名上翻糖蛋糕，日前还在网络直播中秀出她的作品，这回加场演唱会，她同时在小巨蛋举办翻糖蛋糕作品展。北新蔡经过。在咪中，蔡依林扮演妖艳蛇姬美杜莎，美杜莎的翻糖蛋糕也成为她的作品之一。眼睛发射绿光，还特别打造群蛇串动的模样，制作精美。九令对展览布置相当讲究，打造超大骷髅头、翻糖蛋糕、妖艳九尾狐以及爱丽丝梦游仙境等七款造型，全都是以演唱会造型和道具为灵感。其实就是会从各个实验的作品来找一些自己不会的技巧，然后去克服它。非常骄傲自己的这个手艺，跟我的同学一起进步这种感觉。只要决定做一件事情，蔡依林就要做到最好。为了这次展出，她先是飞到东京，在台场蜡像馆观摩人物雕刻，上个月更远赴印尼拜师。三晚间，她透过脸书分享进度，虽然累到瘫坐在地上，依然和制作团队努力赶工，坚持完美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